备受期待的代际对抗趣味益智节目《好好学霸》将于5月3号晚7:30在湖南卫视极致首播。早前节目组公布了7个高颜值、高智商、高情商的少年手类成员，其中包括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的正能量少年偶像吴磊。安慰一下，没有，别哭。在这档节目中，作为擂主的7位智慧少年将迎战来自全国上下各个行业的精英人士，有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段志成阅读广泛，对于文史哲更是成竹在胸。而在这些挑战者中，也不乏观众耳熟能详的大腕明星。近日微博疯传一组杨洋现身好好学霸录制现场的组图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杨洋不仅与7位智慧少年互动有爱，而且他与少年天团之间的颜值水准高度统一。看来新晋男神杨洋的加盟，无疑让好好学霸的颜值水平更上了一层楼。好了，小编只能透露到这儿了，更多精彩就在5月3号晚7:30湖南卫视芒果拉新闻和大家一起约报道。